起来了，狗雷是假的，吓死我！你们两个可以走了，再给我们次机会吧。不可能！他们也胆子这么大，敢袭击飞狐旅？快点快快！当时怎么进来的？赶紧连的！这个时候我们还什么警卫连呢？宝贝，大声！这么多人还不够你玩的吗？我从来不打你。住手！我怕成这样，抖成这样，起来吧，你们被淘汰了。不要在我面前故作坚强，外强中干的人我见得多了，我是绝不会心软的，因为我亲自体会过因为心软而付出的惨痛代价，别人撑着了，那样下场会很悲惨，是时候做出你们的决定了。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，说到做到，我一定能留在霹雳火。不要哥，老大的疯了，有人闪了舌头了。零零七号，有人不服你，我现在命令你自己处理。是。有不服的吗？行吧，快，别扯了，大胡子。我家祖传老兽医，没治不了的疯牛病。下去，大胡子，别废话，你知道吧。行不行啊？厉外武都流血了，你咋还打？我凭什么惯着他？我看你俩感情挺深啊，要不要一块儿打？你等啥呢？二打一，来吧！林七，二打一怎么样？随便。啊